这里还有谁没来？端端，端端，端端，快出来吧，别端着了。我劝你说话做事三思。哎呦，脱发了？你是他怎么会搞这种发型来我？我重新做了头发的。哎呀，哇大学生了不起啊，是不是欺负我们是不是？哎，来了。哎，你鼻子怎么了？哎，你刚刚说他鼻子什么样子？ 是什么妆？这叫什么妆来着？战损妆。战损妆再往上贴一点，你贴鼻头是去黑头吗？<笑>我知道这是什么妆，这叫妆什么妆？妆什么妆？妆，好，你好呀！哎，你先开始，开始攻击是吗？你先一开始就，你先一开始一上来就开始持妆。这不是卖萌，这是整痘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听我说。 你可不可以啊？大家早点收工，你坐下好不好？好，来。不如我们今天的这个抢顺序的小游戏，我们玩的是抢凳子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就音乐它会随时停，音乐停之后的人没有抢到凳子的人算是第一个被淘汰的，所以他出场去跟音乐人聊天就是最后一个顺位。明白了，最前面的三个人就是最前面的，好不好？没错。好嘞，开始了。那预备，逆时针走起来。 哟，今天我要抢歌啊！谁都不要高抢你走，快点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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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快点！快点！哎，没必要三个人抢一个吧？没有必要吧？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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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
这个算什么？这个算什么？这怎么算？重来！重来！你俩走走走走走。你俩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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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摔着了吧？没事没事。吓死我了！我们俩算平手，猜拳，好吧？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我最后一个，同学们，我在旁边做裁判了，好不好？拿掉一个椅子，掉一个椅子，好了。往后坐，别坐前面的。往后走。你踩我鞋了，我鞋。要闪现，哎，到下一个凳子。神经病！对不起，我激动了，我激动了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没有复活环节吗？你太迫切，想跟隔壁人聊天。不是，我刚刚没忍住，因为一听我没忍住，越一听越忍不住了，是吧？刚刚是谁输了？来，上一，蔡丁可走，蔡丁可，好，快，我出去，到第二，赶紧，好了，到你们了，那我走了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你怎么还这样？反着来了，怎么还不停？好帅啊！哎，这还带针对性的，受不了，怎么还不停啊？这个有一点针对了我。你们三个，
怎么还有追着打的？哎，那没办法，愿赌服输啊。那你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。好，我们三个我们三个最后面，好不好？最后面一批了。好，好，音乐请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什么玩法呀？这你把我淘汰了吧？你们太斯文了。对，他们好像都很斯文哦。直接一个背摔哈，直接一个背摔。啊，怎么还不停？没到，没到。哎。哦。做人。做人。哎，害人害己。坐下来。害人害己。害人害人害己。害人害人。让你害人，让你害人。让你害人。差不多。让你害人。害人害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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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够了够了。用了。用了用了，好好用啊！我的幼儿已经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再淘汰一个人就好了。再淘汰一个人啊！好，来，音乐起。哎呦哎呦，不用，不用，哎呦哎呦，不用，不用，有人滑步呢，哇！天哪，这个时候还有心情搞这些？一般越搞花里胡哨的越抢不到凳子，你信吗？哎，就是他，你看这高个子啊，你信吗？下一个就是你来。就是的。哦，嗯，而且有个疯了啊啊！哇，你是真疯了，有个身体不协调还要非要疯的。只有单一纯认真的看凳子。是的。我服了。OK， 哎哎哎哎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我要做了。那你应该是非常冷静的，这时候看着他坐下去，是不是很酷啊？这样把他的脸 P 到刚刚这个身上。你还不做是吧？做不做？看看。只有三个数，三二一。好嘞，好。来，就可以把这凳子。各位请注意，本期的爆灯规则有所改变。哦，刚整明白爆灯规则是啥。爆灯现在开启。啊，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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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不是乱爆吧？不是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爆到什么唱什么。比如说你听到某个 demo， 你觉得你要爆他，立马冲上来爆他。你可以现在就盲选啊，也可以在听到任何一个小样的时候随时爆灯。我能站在这里吗？在听选大厅最多只有两首歌曲可以爆灯成功。总之就这一次爆灯就是你可以盲爆，或者是你听到这首歌你觉得你要爆它就直接去爆它。如果我跑到一半，对吧？我已经想爆了，但他反应过来，他过来抓着我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然后我又去，这个怎么啊？这个怎么判？这个怎么判？当然是我呀，谁按到算谁的。所以中间是可以允许打架背包这种。可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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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啥呀？我世界迷幻。这算也是可以是吧？这是个什么画面？标签：歌手们选择歌曲试听顺序。好，先去跑。有必要看到标签就要这样吗？还有这个动作呢？你看着我双眼，看见。好听。
挺好听。所以你们是做做样子是吧？不是，我们没好意思拦女生，我们啊是真的想抢的。但凡是个男的的话，刚刚那个裤子就被瞪住了，早就被拽着头发，人都白做，整个锁脖，直接把你丢到山楂树下了。听选大厅内只剩下一手资格，还有常规爆灯。现场一共有三个爆灯装置。灯，就是说如果跑到那边的话还也能爆是吗？你去呗。等你跑到的时候下一手已经演完了。我跟你讲，南京的市中心还有一个灯。你打车去。还有一盏灯在非诚勿扰那边。我觉得嘉哥说的很对，他说我们这样显得善言纯是最成熟的一个。这间房住过多少人，梦过了多少理想故事，有没有到他？后来他都找到了，不是我还不知道。曾经渴望的家，那个人一定不想我自卑了，这不就是你的歌吗？怪我吧，明明他的梦一点不大，足足的大厦，攒几年筹码才能留下，不去想下次搬家。那我们再往回推。幸福啊，没有规章，走的未必不漫长。谢谢你，耶耶耶耶！谢谢你今天敢来，谢谢你啊！这是你的看家，这么不想聊天吗？但我跟你说，他说了，他从他的200多首歌里面挑了这首歌出来。对，200多只有一首歌被你而写啊？那好好聊天哦！哎，哇！我们音乐圈是不是容不下这一种？对不起啊。然后下一场的时候啊，我还有一首歌是为别人。你这个逻辑还蛮缜密的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我想说，你像那种比较热血一点的歌曲，你们谁会选吗？就类似于热血的歌曲。我有可能会。对，浓浓我觉得很适合。我会选热血的。你今天穿就很热血。哇。你被人打成这样了，已经。告诉你，实话说就是被打的。好了，你们挑哪个？你们挑哪个？来那个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那戴帽子的那个，戴帽子啊，戴帽子老大。Please look into my soul。哎，快38个转音。不用愧疚，我们片刻逗留。谢谢，唱得太好了，弹得也很好，好好好美啊，真的好听，唱得也太好了，我醉了。那我们这边这一桌是哪位先生买单？那个歌就一下感觉到了清吧。哎，对哦，刚刚应该他唱的时候，我们一人就拿杯红酒就坐在地上了，应该是。现在拿过来就拿个山楂树下。你好，这是你们的。哦，你好碍眼啊。哎，我们画面感完全不一样哎。什么？他跟我讲，他说他仿佛听到了自己的葬礼，葬礼，葬礼。啊！听这首歌居然听出了我自己葬礼的感觉。为什么？我听这首歌的感觉，我是觉得有一群朋友在送别我。哦。我看着他。你的歌已经被爆了。所以就是必须要通过口才来说，但这方面我没有很厉害，但这首歌很好听，我也很喜欢。对，然后我们，哎，我只是觉得这首歌它很打动我，哪怕它是第一首出现的歌，我到现在我还会一直记住它的旋律。我要你看，哦，你还记得。双眼 ，Oh my God， 太棒了！谢谢制作人老师。哎 ，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请进，请进。我先跟你说一个事儿。哦。
难难难难，我所以我就是啊，我假装一下，再进来一下。谢老师，你好。就他们俩进来时，我其实还是蛮激动、蛮紧张，因为他们俩就刚好是我这首歌想选的那两个人。嗯，是这样，我来晚了，不晚，是绝对晚了。为什么？不晚，好伤人。没有，好伤人的话，你们创作人界都是这样的吗？我不知道现在啥情况，就是好直接。我不知道。嗨，是哪位朋友呢？哎。我们是来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是来打歌的。哦，你是来打歌的哦。打歌。打歌。哇哦。注意，限时爆灯现在开启。哎，现在这是爆灯环节。你还能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你还讲那么快？这是缘分哦。他再来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、啊，对不起，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刚刚抢抢谁嘛？你抢谁啊？我正好从人六号出屋出来，你我就正好摁个六号。很多事情就是跟缘有关系哦。那我也来了啊。周深爆灯成功。刘端端爆灯时间是在爆灯未开启之前。这个，哎，我这，哎呀，天哪！限时爆灯现在开启。限时爆灯现在开启。一出门，正好喇叭传来爆灯，那缘到了，那你就去勇敢的跟这个缘接触吧，就忘掉了。黄子老师，你不思考一下他吗？我有啊，有在思考。我面板上唯一的这首歌，因为其他歌我都很难思考了，已经。他在等你，等的心都快碎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黄子鸿还来了吗？黄子老师没有。啊，我觉得不应该啊。好。Hello， 周老师。Hello。黄子老师。我的任务结束。好了，周老师好。倒计时两分钟。然后现在还有两分钟，我还没有进去。跟他一起去，反正闲着也闲着了。嚼嚼烂，看看他怎么弄啊！听说你写的太多好歌了，谢谢。哦，你们见过？你们见过是不是？见过。哦，原来你们见过。对，我们也没地方去了，我们在旁边旁听啊。好贴近，还有这种观影席啊。我们俩观影啊，观影你们俩怎么聊？我怕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先占个位啊。哇哦！你坐下来吧，你当我们俩不存在嘛？坐下来。对，咱俩旁听啊，咱俩就是。我们是有声弹幕而已。对。交流环节到此结束。耽误他们了，我们只是想哪怕是来表达支持，争取一个机会而已。我们一会儿下面见。哦，陈俊龙老师就很谢谢你为我爆灯，就是但是从刚刚我们深入的了解之后，我现在真的非常期待你的版本，好不好？那我就是我可以休息了是吧？哎，不是哥，我到今天早上都没有觉得这首歌能给你听到，所以刚是。让你听完了，我哭了，对，哦，他是因为你哭的，所以还是为你，我问了这个问题啊。这事情给我的是一个每天生活的小目标那样子，就比如说我遇到一点小挫折，我就想着没关系，以后这首歌肯定能让薛之谦唱。哇，吸引力法则。哇，稍等一下。哇，加油。好感人啊，这孩子。孩子抱抱，快那边气死了。后来我们都找到了八层渴望的家，也许故事不曲折，总会再有一个他。咱们直接入座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好了，那就不多话了，我们就入座吧。耶！我怎么有点磕到？我有点磕到。伸手。好，哥 ，OK， 你是可爱的男孩子 ，OK。耶！非常紧张。我从我做音乐开始，我妈就觉得说我是唱歌的或者怎么样，其实我是写歌的。哦。所以她很喜欢说，你要不然去唱歌。所以我想自己过来唱唱歌，可以让他开心一下，这样。
哦，那你今天听到师傅唱歌，你给一些评价呢？特别好。你看着老师的眼神评价，不要看我的眼神。我觉得唱得很好听，我觉得唱得很好听。哇，评价师傅，你胆子很大、啊。你真的胆子很大，叫你评价你就评价，叫你评价你就评价，给你挖坑你就跳啊。不要问我这种问题了，好，快听。请选择钟婉云的歌手起立。坚定哇、啊！你怎么这么摇摆啊？你怎么这么摇摆啊？对，你好摇摆，一般摇摆甚至还就是摔了一下。真的是。五号房原创音乐人钟天丽的歌曲《只与我有关联》由两人爆灯。哦。爆灯成功的歌手是李嘉格。活仙嘛，应该是在这边。另一位歌手是周深。呀！哎，但是你被选了一次，又爆灯一次，你是不是要唱两遍？对啊，你要唱两遍呢。直接重播就好了。版本。